浏览至十三岁就会织手绢，十四岁学会做衣服，十五岁就能拉小提琴，十六岁就会读诗书，床前明月光，十七岁嫁给焦仲卿。小兰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唉声叹气？亲，我们离婚了。为什么要离婚？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的。亲，我昨天给我越来越不满，说我打扫不干净，做饭也难吃，这样我服侍不了婆婆，那我留在这里也没用了。你告诉婆婆，让我回娘家。妈，小兰家虽然穷，但她很懂事，很会工作。我长相普通，能娶到这么贤惠的小兰，已经是我的荣幸了。她每天早上起身为我做早餐，一整天都在那里做家务。有时做错一点小事，你就要难为她，让她坐在家里才满意呢。那是在你面前的伪装，你老婆要蛮任性、无理取闹，一点都配不上你和我们家。我跟你说，隔壁家秦小姐大方得体又门当户对，是我心中的媳妇。我帮你打听过啦，等你离婚过后就可以娶她进门啦。妈，如果你非要我与小兰离婚，我就不再娶亲，让娇家断了后代。你竟敢忤逆我的话，你心中是没有我这个妈的吧？我不准她留下。
云南子，你要想象多久？你已经是嫁过人的女人了，人家想娶你已经是荣幸啊，人家可是部长的儿子啊，荣华富贵有权有势，让你挥霍，你还想怎样？哥，可是没有可是，难道你还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吗？有什么办啊？好吧。好，徐先生，挑个机会吧，挑好了再告诉我。亲，对不起，原谅我，我真的为我们的幸福争取过了。小兰，我的女婿来电了，他说后天来娶你。你看他的礼服多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要等我了吗？难道你忘了我们要一辈子到老吗？我怎么可能忘了呢？我也是无可奈何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既然如此，我干脆死了算了。你真的要跟我一起死吗？既然他们不祝福我们，那我们就干脆一起死吧。希望我们来世也可以在一起。小兰，等你。Sorry 啊，先生，我们的
有他自己。看，你还想这样？你还想这样多久？人家，这样我就不再相信。让娇娇捐。让娇娇捐。你一点都配不上你我们家。我跟你说，对嘉欣小姐。我跟你说。可以啦，你笑什么？每天早上起身。啊！我长相不错，能娶到这么幸福的小兰，真是我的荣幸啊！每天早上起身，为我打扫早餐。你笑什么？因为每天看这里哦，我就很开心。因为啊，我讲到这里，然后啊，就会有点动作。到底要他做到什么样？你才会。还蛮讲完了。给你做一个台湾。